道德经白话浅释十一，斜线陈德阳前人讲述陈述望点传师整理。是不同的万物为同体，称为大，行为没有形迹，叫做宽，具备。所有事物的不同点，便称为辅。因此大小事物有顺序，便是有条理。纲纪既行便有利，顺应大道则有备，不因外物而动心错置，就是完人。君子一旦明白了这十种道理，其心便能包容万物而摩索遗漏。道德经白话浅释十一，斜线陈德阳前人讲述陈述望点传师整理。是不同的万物为同体，称为大，行为没有形迹，叫做宽，具备。所有事物的不同点，便称为辅。因此大小事物有顺序，便是有条理。纲纪既行便有利，顺应大道则有备，不因外物而动心错置，就是完人。君子一旦明白了这十种道理，其心便能包容万物而摩索遗漏。所以山丘是积小才变成高大，江河是汇集了许多小溪才成为大川，而天下的形成乃是为人并合了四面八方所致。了解这个道理，外则不会坚持成见，内则不会坚持己见，更不会摒弃有道的本性。四时有不同的季节，天不会偏私去改变它，所以才能完成一个周年。百官有不同的才能，国君不偏爱那一个人，所以国家才能太平，文武才俊之士的名衔不是百官所赐，所以德性才能具备。万物有不同的条理，因为无私，所以大道才没有称谓，没称谓，所以能无谓，能无谓也就无所不谓了。若水章第八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居善的，心善渊，语善人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，夫为不争，故无由。道有三圣，善也有三等。
下臣之道如一般邪说一端等，即不同于上之境性，那么下等沽名之善，当然亦不能与上善同日而语了。不过这道之与善虽属一名，其实终不出一物之体用关系，故若明晰上乘之道者，自能生发上等之善，而修下乘法之人，因不能透悟真理，故自然就要趋向于有位之徒了。老子有见于此，所以在大道真相透明之后，又将最好上善之方法告知世人。老子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乃在万物中取水作比喻，水不舍昼夜，如大道不习之机，大润乾坤，天地万物生生化化而不穷，流行万古，所以认为水具备了多方面上善的条件，故说上善若水，此即若水章之意。道本无言，圣人要留他的心法也是相当的困难，因为道本来不可以阐释出来，他无形无相，看不到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所以在这种很特殊的情况之下，圣人怎么把心法阐释出来呢？一定要借物言道。U 一道本无言，但是他不讲不行，那怎么来讲？在宇宙天地之间，他要借这个物来讲道，那么老子他很高的智慧，他取水言道。取水之道，拿这个水来言道，圣人也是要借物来言道，所以我们常讲借香言理。借香言理，借很多的香来讲这些，本来道无形无香，但是各位前贤最后一定要去香明理，把这个香去掉，像《金刚经》释迦牟尼佛所说，汝等比丘，知我说法，如法欲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很多人也许有许多误解，怎么误解呢？他说自性含万法，他说自性本来就含万法，为什么还要来讲这个法呢？因为在迷的时候，我们要借很多法来喻，借很多的法门，佛讲八万四千的法门，但是最后释迦牟尼佛说，汝等比丘，知我说法，如法欲者，他拿这个法来比喻，我们从此岸要到彼岸，此岸彼岸，凡苦海佛，这个苦海到极乐你都还没有过的话，请问你，你要丢掉什么？不可能丢掉，要拿很多的法，这些法就是这个法子。释迦牟尼佛说得很好，他说我们的方法好像这个法，让你从这一岸跑到彼岸，你目前都尚未到彼岸，请问你要把什么丢掉？不可能丢掉，所以很多钱贤说自性本来含万法，那就不必再讲法，不讲法你就不能过岸，所以法者法也。非二以水喻道，是水得尽道，拿这个水来比喻道，是因为水得尽道性质，无色无嗅无味，形状无我无思无欲。因为水是无色无嗅无味的一个液体，
无色是无我的意思，没有我的存在，你看不出来。无嗅它是无思的，无味它是无欲的，没有这个欲望，没有我，所以它的性质、形状、功用尽到。 W 三水静则平，水动则低，因为有水平的原理，水静就平。各位，我们一静下来，不要有波浪。所以这一章拿水来比喻我们的自信，水静则平，水动则低，我们一动就往低的地方，不要攀高。很多人一动就想争名争利，这是不对的。水遭恨逆挫折，水性不变，水遭到怎么样的恨逆，怎么样的挫折，水性不变，它一静下来马上就不变。同时它有水平跟沉淀的作用，有沉淀放下，这个沉淀就是一直放下。水再浊再脏，它马上就会沉淀，就是什么污垢它都能够全部放下，所以它有水平跟沉淀的作用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上善若水，上至极无以复加，这个上就是至极无以复加，达到最高顶上。那么这个善，善道之用，这个善可以说是道之用。道是体，善是用，把善用出来，用得非常好，就是很善。水的善并不是学来的，也不是和不善比较做作而成的，乃是顺由它的水性自然而出的。因此可见率性而发出的事态，皆是真正之善。这种善在老子心目中便是上善之意。所以上善也可以说为善不明，为恶不行，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好事，人家夸奖我们说你们做得太好了，我们不懂，我们不知道哪里有这个事应该做的，我们不解我们做了那些好事呢。这就是为善不明，为恶不行。人家说你很坏，你很坏，那请问你，我坏在哪里？他讲不出来，没有一个罪状可以把我们套进去，没有一个刑罚套进去。这就是已经达到率性一个很高的境界。所以上善就是说道把它用出来，用得最完美。上善高到无以复加，最高点。那么这个善就是道的用途。道是一个体，道在内所表露出来的就是用，善就是体用的关系。所以道和善是一个体用的关系，那么上善已经达到律性，那我们讲若水呢？为什么老子特地拿水来比喻上善？各位前贤，我们要把自己的自信、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水来做比较，所以水对我们的启发太大了。在天地万物之间，老子什么都不比喻，他拿水来比喻最高的善。一，水之善非由外而学，水的善不是外来所学到的，是顺水性之自然而出。这一点我们就要去效法，
所以在中庸里面，我们就想到率性之谓道。因为水本身的善，它不是有外力来叫它做的，没有，它非由外而学，是顺水性自然而出，所以率性之谓道。率性即自然，率性就是很自然的流露，即真善。二，水无真。第一句水率性，第二句水无真。水之性就是无我、无私、无欲。如果能够无我、无私、无欲的话，就会尽其性以利万物。这是我们要效法的第二点。三，水能常清。因为水常清，清是水的本体。一清净的本体，它能随时随地保持清净的本体。二不昧本心，它不会改变自己，同时不住于物。三不住于物，人有两个方向，人活得很无奈，活在现实的环境中。人有永恒的自信和短暂的肉体，灵性是不灭的，短暂的肉体会毁坏的。如果没有求道，不懂得灵性不灭的话，没有办法活出生命的光芒。凡夫会觉得死了一了百了，死了什么都没有，会拿名利来定位。修道进入道场会觉得没完没了，我们定位在道德。死不是解决那这个永恒的自信要接受审判的，求了道之后，我们会感谢天恩师德，我们才知道肉体消失了，自信是永恒的，自信是不灭的。所以如果只觉得死是一了百了的话，它会争啊，会争很多的名位权势，来短暂的自我平衡，来定位自我。续下集。